十公斤的一块钱，这是有多少？十公斤，这里一公斤，一点零二公斤，1.02公斤的，看看几个，这是扣掉这个的重量，一碟是十个，所以说。10, 20, 30, 40, 50, 60, 70, 80, 90, 100，正好100块，十碟正好100块，然后看看多重。刚好100块，看看多重。100块，37.8。100块最好37斤的。100块37.8，这是多少？10块。哦吧。超过重量，抓2公，太小，看一眼的硬币。这第三个，等于是6公斤了。有四个，等于8公斤了。应该超过10公斤。再一个，差不多了，这第五个就10公斤了，剩下不多了，应该是10公斤多了一点点，这八十。这10公斤还有这么多，10公斤，超过10公斤还有这么多，10公斤再加上198.1。